纸板剪个袋个铝布咯。缝个口金落去啦，缝有口金咧，再落翻个蜜头咧，咁就做晒一只袋噶啦。呢啲舊胎全部都係由有心人捐贈，其實係好環保噶啦。咁即係我哋一條胎布咧咁細細都係好有用嘅，即係所以少少嘅都唔嘥嘅咁樣。將啲舊胎大變身之後，呢一啲袋同埋銀包都要揾出路。製成品會交俾社企愛連心，然後放喺呢度擺賣。我哋都有扶贫啦，同埋环保嘅目的嘅。透过呢个项目咧，亦都提供咗一个类似可以喺屋企做到工作嘅机会俾呢啲基层妇女。有一啲男士咧就同我哋讲话，其实佢哋都好想积极咁样去推动一啲妇女嘅事务，就系My Tie Your Bag。每件咁样计嘅，做完一只袋系几多钱咁样计啦。都是一千到幾百元左右，起碼即係多了一點少少收入啦。咁樣係啦，即係令到屋企多了一啲錢使啊。阿嬌以前入不敷支，生活過得好辛苦。因為以前咧，即係我自己冇做嘢嘛，有四個小朋友咯，我自己係睇緊醫生嘅，拎翻屋企做咧可以顧多到家庭最主要啦。咁咧，照顧到小朋友啊，咁樣。除咗幫補家計，愛連心更加改變咗阿嬌。初開始嘅時咧，好怕出嚟見人啦，咁樣，所以唔中意同人傾偈啦。呢年齡嚟咧，我都邁咗出好大一步。其實個個婦女都好傾，有時一齊食嘢。咁即係變咗，無意中都好似大家都聯繫到個感情嘅咁，咁啊互相信任。